我们在波尔图的特别专有的这个蓝色墙这里，我们不知道它叫啥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向它敲。我知道它叫啥，你知道叫啥叫啥？嗯，我叫它青花瓷。我们现在去那个喷泉的拍点照片，也很好看。然后这个蓝色就在这儿，就离得不是很远。我刚刚跟他这个小哥在游泳，在池子里，好可爱呀！然后现在就在这个主街这边走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很多游客。那个书店非常有名，但是要预约，然后就今天去不了，只能明天去。我不准备去了，但就是参观一下看一眼就行了。人超多，这个书店我们没有缘分看了，然后就是在这个街道上面 lost， 在波尔图 get lost。哎，我真的很傻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别人前两天都在说，我说我是要去波尔多，波尔多是法国的一个。对，我说我去波尔多，然后我刚才到了以后才发现我到的是波尔图，不是波尔多，波尔多是法国的酒庄。波尔图是葡萄牙，所以我现在在葡萄牙的波尔图。去另外一个青花瓷布厂，门口有一家鞋店，我想给他买个鞋，感觉还挺好看的。实在是没有鞋，今天穿的少，淘了两鞋，我就带了一双人字拖，舒服吗？还可以，挺舒服的。好看，在这种好，那很特别，没见过这种感觉，也好看。看上了一双，它不会磨后脚跟，后脚也许磨前面。这个鞋买上了，而且这个真的特别好喜欢呀，脚后跟不用磨了。我们到了这个第二个青花瓷了，这个墙面更漂亮一些。From Mallorca, Spain. She smiled because I did not understand. 这啥呀？这是我带的。A ten-pound bag of cocaine. She said it was the finest in the land. And I said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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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don't. 这个我比较熟，因为我来自新疆，小白杏。但是要在这水果店买一些水果呢，因为葡萄牙的水果很甜，跟西班牙一样，都是属于那种水果很甜、很好吃的那种。哦，这边好多家水果店。不仅那一家，这边全都是这个集市里，我们找一个。买了吗？再买吗？好，我先生，哦，花花果，阿贝大果 ，nice， 我们说了葡萄牙语，他回应我们英文。阿贝大果，我们现在正在为晚上的日落准备水果，还有红酒，因为晚上的日落比较期待。大桥这边看日落，然后这个日落应该可以看得很美的。然后这边是火车可以通过，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火车这个道可以随便走，但是火车来了就不能随便走了。当然，但是好像很自由啊，这个地方也没有东西拦着你，火车来了就是自觉让开，好好笑啊，全凭自觉，好美啊！我现在感觉到波尔图的美了，从这个桥上面看下去超漂亮。我们要穿过这个大桥去前面那个坡上面看日落，太阳已经慢慢在落了，火车来了。都游了，跑了一天了，就为了看这个日落。让我们准备了水果、红酒，先吃一下刚才买的无花果。